慧菲，我来自屏东，我有台湾族跟屏幕族的学童，家中呢有五个兄弟姐妹，加我，我是大姐。怪，这个是第五个，然后这是老四，这是老三，这是老二，然后我是老大。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有一个家，然后大家住在一起。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曲呢，是每次想到就在台北打拼的时候，一个人的时候，都会想到这首歌，然后献给我弟弟妹妹。每次站在舞台上，我都把表演的歌当作是最后一首歌，用生命在唱。那我希望呢，能够借由这次星光的舞台，让大家看到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、很爱唱歌的孩子。我会加油的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赤兔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。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。张瑞飞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张瑞飞，我来自屏东。他的高音，他的就是感情的表达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可是我们最残酷的评审小雨老师，你刚刚有讲了一句，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我脸书要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被霸凌。没有开玩笑，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要飙高音了。这是你唱歌的方式，对，这是我听到的感觉。我不是不讨厌你飙高音，我高音可能唱的可能还没有你的一半。你的高音很好听，我觉得我听你唱歌很像，你很知道你自己在干嘛，你很知道你自己要表现什么，这个很好。
因为这是很稳的一种表现。但是当现在可能你今天已经过了这个关，你之后还会有下一次，还有下下一次。如果你我一直都是看到你很稳的状态，但我对你的期待会越高。如果没有到达那个期待，我听到的感觉就会是就像你在驻唱的感觉一样。对对对，知道，谢谢老师。因为我一直不愿意去说那个字，就是可能唱歌很油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油的定义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听我没有觉得那么油，有时候呢，对，我觉得因为可能最近喜欢吃重型一点，音乐是主观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有时候也许是我们看到你的资料之后，你是个驻唱歌手，有在驻唱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，这样就会有。可老实说，以我听的话，我没有觉得到那么有。可是我觉得你跟刚才的祖庭刚好是两个相反。祖庭呢，在门关起来的时候，他唱得很好，我觉得一开始就吸引人了。可是呢，你很奇妙，你在里面唱的时候，一个人在唱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打动我们。可是等到你唱高音的时候，哦，觉得好，我们按按看。但是你看到观众的时候，你反而稳定下来了。然后你就可以控制你的所有的东西。可是这是两种极端。我觉得你现在要练习的是收跟情感的投入，这个对你来讲就比较重要。那因为你声音很有条件，所以加油。谢谢老师。谢谢张瑞飞。谢谢。好，所以唱完了。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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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紧张哦，终于唱完了。然后也谢谢就是所有老师给我的指点。其实那一次我没有叫我妈来的，因为我知道她如果来的话，我一定会就是会想哭。你是最棒的。